医疗方面的消息，关心的是根据着卫生福利部统计的调查报告，个人十大死因的前三名有关是癌症、心脏疾病和脑血管疾病。为此，圣玛丽丁病院引进着160切电脑断层扫描仪，再让病人进行着检查，是更加快速和准确。圣玛丽丁病院160切电脑断层扫描仪启用足合理，16号上午举行，由院长陈美惠含放射诊断科主任黄德仪医师，阁有副院长做会来举行的个拜仪式。接下来在院内主管的陪同之下，由医务部的主任林若邦神父来进行的亚圣水的执行仪式。圣玛丽丁病院引进昆林含嘉义地区第一台最高阶经由美国 KLAS 机构评比上届优良医用的160切电脑断层扫描仪，希望透过严格的审查加上高规格的仪器设备，为民众的健康做到健康品质的把关。医院引进的这个160切的电脑断层扫描，它的最大好处就是低剂量，那这个剂量非常的低，低到什么时候？我们低到我们的太阳底下走动的比那个还要低哦，那么低的剂量的话，做出来的电脑断层扫描哈，它的准确度也到0.4的 millimeter， 这样子的一个准确度哈是非常的精准，而且不会受到一些那个假影的影响。圣玛丽丁病院放射诊断科主任黄德仪强调，160切的电脑断层会当快速来扫描全身躯各部位，动作无同角度，更加详细的测评影像。一旦提高的精准的精确度，我们早期肺癌在那个 X 光，普通的照 X 光是看不出来的。那我们希望说用那个比较精准的160切的电脑断层扫描去做那个因为有些病灶是在心脏后面，它没办法，那我们照 X 光是看不到。那我们做那个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扫描就很容易就看得到，它就这样子的病灶也不少，在我们台湾的民众当中，所以我们希望是这个在云嘉南地区让它很好的发挥。随着健康管理意识渐渐来受到大家重视，民众对着自身的健康嘛愈来愈注意。健康检查推广主要是以提早发现、提早治疗作为目标，鼓励患者勇敢来就医，才袂小病拖成大病。圣玛丽丁病院嘛希望着新仪器的引进，搭配着完善的健康检查服务，会当做好更加侪的民众。最新新闻，中央网中山嘉义市采访报道。